走了，告别一下住了4年的地方。起来啦，大喵，妈妈给你洗个脸啊，开心的。那你在家里待着吧，然后我跟咱爸妈去交接一下，保证完成任务啊，加油！跟我爸妈来租房照了。哟，这小区还种的石榴，给活姐摘一个。又收拾一下，基本上收拾干净了。刚刚房东也来交接完了，没啥事儿了。这个次卧也都清空了，就这样了。客厅也都收拾利索了，然后这些柜子啥都不要了。走了，告别一下住了4年的地方。清理了2包垃圾，然后扔了。现在算是彻底交接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家。妈，你有啥想说的吗？就是这个小区也挺好住的，我还有点恋恋不舍了。哎呀，我妈说她对这还有点不舍啊。来了几次有感情了啊。来超市买点菜，再来点水果。任务都完成了，全部交接完毕。好样的，给爸爸点个赞，宝宝赞一个。刚才多了个快递，我看上面写的螃蟹盘锦河蟹。看都不用看，我研究生舍友寄的，这不中秋了吗？中秋吃大螃蟹呀。他家就盘锦的。这样多寄两箱呀。一箱还不够呀。哎呦我天，这还真都是活的大螃蟹。哎呀又哄我儿子呢。今儿咱们吃螃蟹好不好呀？你说的就跟他能吃上似的。妈，今儿看来得加个餐了，你把这螃蟹蒸了吧。我怀孕的时候我们娘俩就可馋螃蟹了，但是我看网上大家都建议孕妇不要吃螃蟹，所以我挺了整个孕期，快把我憋疯了，你看我多自律。那你这酸辣粉米线麻辣烫也没少吃呀。要不生个大喵这么白净的小伙子，你看我们现在可爱不可爱多。我故意那么吃的。摘蒜苗呢？做饭不拍啥时候拍呀？完了伙计，场面有点失控啊，都爬上来了。晚上我好好洗一洗，你看这。你干嘛呢？准备清蒸。一次弄不完，还得分两批蒸。再来一层。哎呀，这哥们儿是有点狠呀。有点过于活跃了，你呀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。哟，这是螃蟹。没有，你别，喵喵一会儿想伸手抓。大中午饭点又睡着了。刚刚说完，这睡了有2分钟吗？又醒了。我发现大喵每次饭点的时候必醒。闻着味儿是吧？你乐啥呢？想吃螃蟹了是吧？蒸个螃蟹这阵仗，3层。哎呀，喵子已经望眼欲穿了，他嘴角的口水。太过，蒸了15分钟了。出锅喽。螃蟹自由，开饭喽！哇哦，行，今天托你同学的福，真的实现螃蟹自由了啊！他这个大盖是2两的，小盖是1两半啊，随便吃啊，放开了吃。好的。都说9月份这河蟹很肥满，再开一个试试。哇，这蟹黄还是挺多的，毛哥。可惜咱爸吃不了啊，不能吃海鲜。哎呀，我这一只蟹黄也很饱满呀。哎呀，话说回来，你哺乳期也不能吃吧？不是，咱爸不能吃，我不能吃，合着你要占为己有呗。看咱妈吃的多香。生完大喵6个月了，再不让吃一个过分了啊，你别管我了。吃着还挺不错的。过几天让我朋友给山东老家也寄点。给你这句话的。再来一个。猫哥说这都是母蟹。蟹黄真的好多呀。伙计适量啊，咱收拾点。还得喂大喵呢。咱爸只能吃个螃蟹腿儿，这给大喵馋够呛也。哺乳期宝妈还是控制一下吧，看我莫哥还在战斗。胡同3个人吃了33只螃蟹。你一个人得干了20只。还有啊，就剩这一只了，我觉得它颜值比较高，留着给大喵当玩具吧。你养着呗。来喵喵，这是螃蟹，给你当玩具来。一会儿含嘴里了。看喵子现在啥造型。不玩了宝宝，不玩了，等会儿扎眼睛。我喵喵一天咋这么开心呢啊，无忧无虑的小宝宝。抓不住了妈妈。我们现在又来露营了，看一看这娘们俩。本来我们娘俩在床上躺得好好的，非要把我们薅起来赖着草地上躺，还被蚊子咬着，你说图啥。哎呀，感受感受大自然。